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简单的啊，给你来一拳，感觉挺可爱的他。安逸审美不错。你要指定一个人去猜你的这个作品到底用了谁的灵感。哦，那学妹吗？所以他没参加过呀。首先先来想一下你的这个脸型的话，就是要谁？橙子吗？因为跟他吃了一顿宵夜。那我们来想一下眼睛。这东西吗？这眼神还是可以的，这眼神看起来比较，这一张看起来比较严肃。哦，阿东东，因为阿东东特别开朗嘛，然后鼻子也很好看。十一吧，十一，因为小嘴巴巴的挺那个的。就话有点多，前面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简单的啊，都在身边的，都是经常能看到的。反正加油嘛。首先，我们都聊一聊你跟张一这个东西。就两个人一起走，然后我是左脚，他是右脚。这就是张玉健他提出来的一个他的作品。完全不认识。底盘的话，不知道，应该是橙子。因为感觉有点像，眼睛小果冻，比较严肃一点，鼻子不知道。我给你点提示吧，不要说。鼻子是 MRC 战队的。鼻子的话，应该是小鼻。因为我猜的。那这是谁吧？我的，因为没有点效益。答对了一个。我看看最后有没有什么。给你来一拳。那我让上岁猜吧。上岁，我觉得小伙子可以的。上岁是个潜力股。看他心情吧，心情好的话默契就有100，心情如果不好的话可能就只有一。那我选个桃李的脸，感觉挺可爱的他。眼睛的话，我选妹克的眼睛嘛，感觉水灵水灵的。鼻子的话，那选低保的吧，选个让他熟悉一点的，不怕他猜不出来。嘴巴的话，那选我自己的嘴巴。我比较能胡说八道。三岁加油，你是个很有潜力的小伙子，潜力股，你一定能猜对一个的。我觉得没有默契。审美不错，安逸审美不错。这个脸，桃李的，眼睛的话，有点像猫猫的，鼻子。肯定不是我的，神醉的吧。然后嘴巴是安逸的。对。那猜完了，你给我提示。他哪个部位是大龙鼻子部位的？我有大龙、回忆、麦克、超体、杨某人，是杨某人的吗？哦，不对，杨某人眼睛很小的，是大龙的。我现在就接下来，这是导演两个。啊。已经超出我的预料了。